王鹤棣抵达泰国机场饭拍出炉，泰国粉丝非常热情。你好星期六将于6月14号在长沙录制，确定嘉宾包括王鹤棣。同时王鹤棣也接受了短暂的访问。第一个就是那个来到泰国之后有什么最大的录制愿望吗？撕名牌。撕名牌、想撕谁都可以。第二个问题是对泰国的粉丝说两句。感谢大家的热情，然后很开心就是又能够来到这边，能够感受这边的夏天，能够这边的风景，能够这边的美食，很开心。然后谢谢泰国的兄弟。最后对跑男的粉丝说两句，打个招呼。很开心来跑男玩，然后希望就是说来跑男玩也开心，然后感谢跑男的兄弟们的支持。